很精彩的一个表演哦，那就是我们的新住民姐姐。欢迎由前原法吴淑玲艾米老师所带领的新住民表演团，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在云林县开办新住民第二专场学习专班，参与学员分别来自大陆、越南、印尼、泰国等国家，每位学员都是全职妈妈，希望透过学习更多的技能来增加收入。带领这群新住民学员的千元法吴淑玲 Amy 老师更将学员所制作的作品放上社群媒体展示，获得许多朋友的询问。吴淑玲 Amy 老师表示，这些新住民姐妹们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故乡，她们也愿意为此贡献一份心力，让这里能够更进步更美好，请掌声欢迎她们。是不是让您看得目